比较靠下，就是没那么上了层次，我们里面尽量让这个颜色都偏冷。视觉上可以把，它推厚，就是冷色，可以把颜色的这个层次推厚。一层一层的照色。一层一层照色，这样子看起来它的层次就会分明很多。这也是层图这个技法的一个精髓所在。之前也说过，层图就是像 PS 或者 Side 的那个图层叠加，那你要保证下层的颜色它是干掉的，不会两层颜色互相混合。那我们叠加这个涂层的时候，它的颜色才会干净清透，而且不要调和太多的颜色，那颜色会显得比较脏。再一个是因为水彩的这个特性，我们叠加之后，它的颜色必定会深一个层次，所以层涂的话不适合表现较浅的颜色，或者较浅的层次，我们都是用来表现比较深邃的一个层次。
那画这些比较重的颜色的时候，我们是已经在很早，就是比如说起稿的阶段，已经选好哪一些叶片是在上面的，哪一些叶片是在下面的，然后空隙是在哪个部位。所以，只有你在提前想好这种情况下，画面效果才会比较完善。我们不能一边画一边想。比较重的一个区域的颜色已经基本涂完了。再进行一个层次的叠加。画完一个区域，尽量在它干之前，尽量避免画它旁边的区域。我们可以画一些稍微远一点的位置，然后这样子它不会说两个颜色会相融。我们要主要要等一边干掉，然后再进行叠加。有的时候水彩它这个颜料比较透明，然后你想画很重的颜色的时候，只画一层，它的这个重度是不够的。那我们就需要这种干画法中的层涂，让这个颜料一层一层的叠在一起，它又是水彩中那种清透的感觉，然后它的颜色又够重。而且水彩纸它比较吸这个颜色，所以你的颜色一开始可能画上去是深的，但是纸把颜色吸收掉之后，它还是会有点反白。我们在这些区域加一些茎啊叶的那种细节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很重的一个影子，那我们就要用到层涂中的这个干画法中的层涂这个技法，再叠一层。是阴影中一些穿插的枝叶、枝干。
一层一层的叠呢，颜色看起来会重很多。大面积上色，然后再分出小的层次。让每一片叶子它这个倾向都有所不同。有的是稍微偏暖一点，那我们就普蓝或者是这种绿色里面加一些橘色；有的偏冷一点，就普蓝色直接加绿色，或者是你普蓝加柠檬黄也可以变冷。像这种两个区域，有一个区域已经干透了，我们再上旁边的颜色，颜色就不会互相影响。一个区域的颜色要涂匀，那需要大家的手的速度要快一些。若太慢的话，特别是这种细纹的纸，如果你画得太慢，这边颜色已经干了，那边你再想晕染的时候就会衔接不上，就会有那种一块一块的痕渍。这是第二个层次，进行一个叶片上面的层涂叠加。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跟它左边这一片黄绿色的叶子区分开，是色彩的明度上进行区分，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层涂的叠加。
我们确认一下上面这片叶子已经干了，然后再进行层涂。不一定是大面积的，像这种小的细节，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层涂，或者是一些小的影子。进行第三遍的一个叠加，那画一下最下面的一些层次。尽量偏冷一点，所以我们直接用这种深的普蓝色进行绘画。这笔颜色也可以画别的地方，那看到有一些更需要再进一步照色或者是层涂的地方，我们就这笔颜色直接带到旁边去做一个这个层次的补充，不用特别的调色，只要你这个颜色是这一个系列的比较适合的就可以。这样画出来的画面效果是层次比较分明的。把这个空隙填满。第一遍上颜色肯定不会特别重，那我们这个画面最重的效果都是进行了3到4遍的一个颜色叠加，才会出现这种明度比较暗的效果。所以我们只上一遍颜色，有时候这个重度是达不到的。而且有的水彩纸，它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反一些白点。特别是粗纹或者中粗，就会有这种反白点的效果，所以我们要这个层涂这个技法是基本上画水彩当中不可或缺的。
这一块颜色太冷了，所以我们用这个橘黄色去调和它的这个冷色。基本上我们画完这一边，另一边的颜料已经干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再进行另一边的照色，掌握好这个水分的干湿时间就可以。加一些影子，用层涂的方法。边缘是很清晰的。这样画面看起来就更有立体感。影子颜色可以多加一点水，就会比较通透，和我们之前上那些比较厚重的层次就不一样，它会可以区分开。要注意一下这个叶片互相的一个上下前后关系。最后对画面进行一个调整、添加、修改或者是补充。调整好之后，整个画面就完成了。看一下干画法层涂这个技法，画面完成之后的效果。干掉之后，经过扫描是这样的一种效果，它的层次是比较分明的，然后整体的画面效果也是一层一层，然后色彩比较鲜明。